蹦蹦，我们搓它的小心心，一直搓的话它会变软哟。哇，它的颜色变了，再继续努力，这个眼马上就要变色了。哇，后面变软了，哦，裂开了，啊，开了开了，哇，哇，是两只哎，小松鼠，头也是可以动的哦。这只也拿出来，它们的颜色不一样呢，一个是睁眼睛的，一个是闭眼睛的。哇，是一只蓝色的小狐狸。它也有银色的翅膀哦。哇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们是双胞胎吗？是呀。哇，蓝色的小狐狸，你是和我一样有银色的翅膀呢。是呀，我们都有美丽的翅膀呢。